Lisa, I miss you. 他刚讲理想，刚好特别点名说许光汉，但我好奇是什么原因啊？평가는제가평가에그게안된다고해주세요。他无法评价的帅。No. 明天要见到林湘有什么话想跟他说吗？林湘，I miss you。林湘，我想见到你。多看嘛。林湘，他要恐慌，你会看他心情怎么样？不是，因为他跟林湘之前只有在那个 IG 上面有见过面这样子，然后想要赶快就是见到林湘本人，然后他也很期待礼拜六的比赛这样子。谢谢大家。他刚讲理想，其实说想要找友善又有责任的，然后特别点名说许光汉啊，对，然后但很好奇是什么原因？哦，원래이상형중에인상이좋으신분을좋아하는데그때골르라고하셔가지고골랐어요。就是那个时候录节目的时候，主持人拿给他选，然后里面就他觉得许光汉就是最中他的意这样子。你会是光汉的帅吗？那个高颜值？외모때문에여성들이가장많아요물론외모도뛰어나시지만웃는모습이너무예쁘셨다고因为许光汉他虽然也长得帅，但是因为他笑起来的阳光的笑容，让他觉得很有魅力。这样给他几分？他给他几分？평가좀해주세요평점아평가는제가평가에그게안된다고해주세요他无法评价的帅。네